柳梦说：“宁哥，你今天是特意留的胡茬吗 ？”What？ 我这是直播之前先刮的胡子，我现在就男人味儿这么重吗？现在刚刮的胡子，网友朋友说那个啥，说你那个啥，说你那个特意留的胡茬，那可能就是反正现在胡子有点重吧，青蒿蒿的是吧？我直播之前我先去洗了个脸，然后刮了个胡子啊，因为平时不这样健身不拍戏嘛，没有通告的话我也就是不刮胡子啊，就是显得爷们儿一点。结果你们还说胡子是特意留的，那咋办？我只能说找个美容院去来一把脱毛了吧，来一个无痛脱毛，把这个胡子脱一脱，我试试吧。嗯，宁哥，你今天是特意留的胡茬吗？What？